以后来大姨妈都不用穿安睡裤了哈。现在呢 Baby Shop 家也出来了这种面膜裤，而且你看人家这个呢，它还是真蚕丝的哈。这个牌子之前是专门做宝宝纸尿裤的，真的老贵了，我都舍不得买，没想到现在人家也做到了尝鲜价哈，个位数到手竟然有六条呢。说真的，你要是一旦穿过他家的安睡裤，就不愿意再穿别人家的安睡裤了，哪怕他家做到个位数两条，你还是会选择他家的哈。你看他这个面料呢，真的特别的柔软，而且呢大品牌的做工就是不一样，这里还给你标注了一个浅字，它的内裆还做到了上亿个微透气孔哈，穿起来就不会闷，还特别透气，而且它的吸收性也是特别好的。我就把这一杯都倒上去，你看量大的时候它也能做到瞬间吸收，吸完之后是一点都不会反渗的，特别的干爽。它的腰部这里还是加高加宽的，弹力很大，最多是可以穿到180斤的。人家现在就是新品冲销量哈，才个位数就能到手六条，如果你现在看到还是这个价，真的赶紧去抢。